新年快乐！姐，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？不用钱的哦，不用钱。好好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要玩。反正我现在超闲，我要。我们那三个人，我们可以打混乱斗。好。小朋友吃水果喽。不要射我那边啦，好凶！那不是还能动吗？哎呀，这里也要射一下。你那边不是有个洞吗？不是，你要射来说了，这里没有东西。荒野乱斗是一款画风可爱又非常容易上手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，它的操作简单又是三人一队，相当适合与亲戚组队去找人对战，也顺便考验一下家人间的默契。游戏中也有其他的游玩模式，一玩可能就会耗掉好几个小时哦。你真的很烂哎，每次跟你玩什么你都输啊？不是啊，就玩游戏本来就有输有赢嘛。你刚刚都没有在射，我有在射啊，不然我们来 PK 嘛。PK 好啊，来 PK 啊，来啊来啊。那我们可以玩 Uno。 好啊，可以玩 Uno。 很强，超强。我先来开个房间。好，加你两张。尿死，那我也加你两张。他们又加，那我加你四张，半输。相信大家绝对玩过 Uno 吧，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有手机版。手机版的 Uno 是四人一局，你可以选择线上配对或是开房间与亲友同乐，不过要达到等级5才能使用房间模式哦。如果说上一款游戏是考验默契，那 Uno 应该就是要考验亲情了，小心不要吵架了哟，救命。哦，好饱哦。我刚刚酒柜里面发现这支酒，我们一起喝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惜没有骰盅，不然我们就可以玩喝酒游戏了。我这边好像有一个那个游戏可以配酒哎。啊！来了！抢一抢一！震动 ！Nice！ 啊 ！Nice！ 啊 ！Nice！ 啊！令！我爸2年的拉菲。决斗吧海獭是个又可爱又强的单机双人对战游戏，里面总共有9款免费小游戏，每一款大概都是30秒到1分钟就可以分出胜负。游戏比的是眼力与反应，很适合用来当作喝酒或是有小惩罚的游戏哦。这样喝太慢了啦，不然我们赛车没有第一名就要喝，一次灌2个人。好。不要打我。哦哟，在哪里？提醒大家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垃圾关心你。跑跑卡丁车相信大家一定也不陌生，它也是一款可以在家跟亲戚们大混战的赛车游戏，一局最多可以8个人，不怕有谁落单。疫情影响无法开车出去走村，那就在家开赛车竞速吧。这个姐姐就是逊啊。听你这么说，你很有了。吓死我！我想说这个台词怎么这么耳熟？那现在怎样？中场休息是不是？那我先玩个手游，反正这个游戏可以玩很久。住宅梦物语可不是一般简单的娃娃屋游戏，它是一款策略经营游戏，玩家扮演的是公寓的经营者，你必须增加建设并关心住户，以赚取更多的房租与声望。游戏画面采8B风格，无论是家具还是事件都做得相当丰富精致，光是研究怎么经营就会不知不觉偷走你好几个小时，是个相当杀时间的游戏哦。现在怎样？没有要起来，那我就睡了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台湾雷亚游戏所制作的 InGame Demo 2 终于来啦！以钢琴为主的温柔旋律搭配看起来就超有诚意的美术动画，再加上可以到处探索的剧情玩法，让大家在享受超级音乐的同时也能够被故事给打动，适合在睡前或是夜深人静没人打扰时游玩哦。我爸2年的拉菲。
三二，等一下。阿希，爱情的酒。下一句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爱情的酒。这是什么？伤心酒店。没有，那首歌好像就叫爱情的酒。不是哦。好像叫爱情的酒。是舞女哦。提醒大家，开酒。